你说，死亡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有人说，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，突然迎面会遇到一堵墙，这墙向上无限高，向下无限深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向左无限远，向右无限远，这就是死亡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命运，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。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好像就是带着这种让你觉醒的任务来。你就这么走了？那本来你的案子怎么办？跟你说话呢？